在抓狂停电的晚上，你在身旁为我点亮一束光，心跳加速缺氧，眼神的碰撞，你的呼吸贴近我脸庞，有你热肠快乐不打烊，无聊笑话给晚餐多加分糖，比漫画还要更漫画的日常，欢喜悲伤复刻生活的模样，下雨天因为你变得很特别，路边捡来的小可怜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出现，抱紧我转圈圈，下雨天因为你让我好想念，属于这几天我想了很多，我不应该擅自插手你的事情，这些都是我不尊重你的行为，我自以为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，却从来没有问过你需要什么。你愿意多给我一点时间去学习吗？我以后会尽可能的去体谅你，有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沟通，互相坦诚，好吗？好。你说你不做什么的，我抱着我的全世界，我怎么睡得着？衣服放在被子里面不穿，是要我帮你穿吗？
不用，我可以自己穿。真的不用？嗯，真的。真的不用啊？亲夫啊！我给你吹一下。哎，正好刚要找你，你就下来了。那边那个先生找。安心的，他在换衣服。听不懂话吗？为了最后好好的跟你说一次，要是敢对安心做什么的话，不要你好看。我也警告你，摆正自己的位置。安心是我的女人，我来负责。你的女人？安心她是我妹妹。这你说了不算。哥，你怎么来了呀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昨天晚上打了你一晚上的电话，你都不接，我都快吓死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手机昨天晚上没信号。他没对你做什么吧？他没对我做什么呀？我自己能走。安丽，给我吧。谢谢。林总。关生，你自己没有车吗？我车坏了，林总应该不会介意这些小事情吧？那先，我们走吧。我走了。你就这么走了？拜拜，那我回去了，你早点休息啊。你怎么了？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，不要跟其他男人走那么近。我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人了？你昨天……
安心，你们昨天……我虽然很不喜欢你，但是你对安心来说是很重要的人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他的。我不同意。 林总，您说顾安生还会阻拦您跟安心小姐吗？我相信安心。哥，最近天气干燥，你得多喝点水。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昨天不会真的跟他……那哥，你真的要跟我讨论这种十八禁的话题？安心，对不起嘛，是不是他趁人之危？ 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所以你是自愿的。哥，其实你也可以试着了解一下凌渊。如果我跟你说做不到了，为什么？你不要对他有这么大的成见，你试着了解一下他。再说了，你们两个又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。 如果我跟你说就是非此即彼的关系，你会怎么选？啊？不是哥。好了，你昨天一定没休息好，再去休息会儿吧。我先走了。 到这个地方，知道吧？哦，看这个线啊。一个人喝酒容易醉，醉了谁送你回家呀？安心。你长这么帅，怎么让人安心啊？安心。 不好意思，给我来杯清水好了。喂。 现在吗？好，好，那我现在过来。谢谢，走吧。哎，你叫我来就是帮你买单的？啊。
我银行卡前两天被锁了，然后微信里面有没有钱了，所以我就只能。你早跟我说，我微信转给你。要不怎么说你长得又帅又聪明呢？你说这么简单问题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啊？上帝对我真是太不公平了。你还需要什么其他的吗？你身上酒气怎么这么重啊？有朋友约我出去喝酒，因为好久没见了，就多喝了点。那我还一喊你就过来，你也太好了吧？上次你送我回家，我都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你，今天又这么麻烦你，我真的是太不好意思。要不这样，作为报答，我请你看电影吧。你不是没带钱吗？我是没带钱，我有电影卡，就是那种报我名字就可以看的那种。你是安心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，不用计较这些。那怎么行？我许悠悠行走江湖，讲究的就是一个公平。你投掷我以零食，我报纸你电影，这样才公平嘛。我最喜欢看这个电影了。说他们都分开这么久了，这男主还在等着女主，你说，哎，这女主就不能主动一点吗？这也太苦了吧。也许等待成了习惯，就不那么难过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也许我也在等某个人吧。怎么？这是在暗示我吗？怎么？我应该怎么回答？我也是，不行，我觉得太直白，我可以，也不行。很久了，这什么情况？我们不是才刚认识吗？还是说我们才刚认识就想认识很久？我的天哪，浪漫之 max！ 那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呀？我以为一直默默守着他就好了，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有人把他夺走。不是，
不会，你当然得说出来呀、啊。你说这上帝已经把真爱放到你面前了，你不说我不说，甜甜的爱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呀？你说的对，我准备好了。我再好好想一想。谢谢你啊，莹莹。应该。新的开始，加油，顾安心。林总，安心小姐现在已经开始海投简历了。初试一般看的都是学历，恐怕他这次求职不太顺利吧？是的，您说需不需要我安排一下？不用，我答应过安心，尊重他的选择。吃了一个好大的汉堡，我现在都快撑死了。那工作找的还顺利吗？顺利啊，那当然得顺利了。你就别管我了，你就好好的，放心吧。我要去面试了，忙着呢，拜拜。拜拜，加油啊。过黑夜的长街，赶路灯灭了又灭，未来有多远，转头就看见，还没分别，已开始想念，拥抱着你。想拥有全世界，太美丽怕有视线、哦、承诺太肤浅，不及你万千，再多永远
也不够兑现。让我爱你，让我用我的真心学着温暖如热曾经。这人怎么头上戴了口锅呀？不过还挺可爱的，谢谢。辛苦了，加油。晚安啦。看到的项目来源于菜鸟驿站。根据菜鸟驿站的品牌设计师所说，他的设计灵感其实来源于自己，因为有时候下班特别晚，快件一多就没有地方寄存，也没有时间收取。后来了解到，你每次取快递都跑这么远吗？因为下班太晚了，只能把快递放在物业那儿，但是只能放一小会儿，又不能太久不拿。你说要是取快递就像银行一样，随取随提多好。所以就萌发了设计驿站这样一个想法，在每一个小区设立驿站。林总，这家公司刚刚成立，它是专攻小区快递柜的概念。它虽然看上去很小，但它的发展非常快，这样的公司后面一定有力量在支持。既然来到了创投会，那他就是要另找出路。明白。好的，下面有请顾馨儿小姐。可以单独聊一会儿吗？玉哥哥，真的很谢谢你，没想到你会给我们公司这么大的支持。互惠合作，这都是你凭实力应得的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因为到底看中了菜鸟驿站什么？毕竟在市面上，像我们这样小型创业公司其实很多。虽然林氏集团财力雄厚，但据我所知，你并不是一个随手挥霍的人。看中的当然是项目的价值和潜力。你们菜鸟驿站解决了上班族不方便取件的问题，契合了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，也符合了市场的需求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们引进了最新的技术，聚焦中层白领用户，还有洗衣、团购、回收这些业务。社区服务一站式生活中心，这一点和我们 New Way 的方向不谋而合，所以合作是必然趋势。岳哥哥真的是很懂我的人，所以我们合作愉快喽。合作愉快。哎，对了，你头发上有东西啊。我帮你。好了，谢谢。跟我之间不必那么客气吧。工作和生活还是分开比较好。可是工作和生活一定会有必然的连接。期待下次再见了。别着急，早晚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。太难了哥，不过谢谢你啊，今天抽空陪我找工作。跟我这么客气干什么？
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我们现在去创投会，他们应该还在。不用去了，哥，没什么事儿，我相信他。安心，哥会为你出头的。吃鱼。他现在过敏。反正高中的时候就属于他们家最好。香菜，我帮你夹走了。哥，心儿跟林月之前就认识了吗？所以他们之前就认识，对吧？他们之前在一起吗？来参加创投会啊，星儿，怎么回事？这些无聊的八卦媒体又来写故事了，你别太在意啊。林月呢？他刚走没多久，你们在路上没有遇到他吗？刚走。你们在车里待了这么久？也没多久，就是叙了会儿旧。知道现在林月跟安心在一起，怎么就不避下线呢？安心，你别放心上，月哥哥心里他只有你，他之前还挖空心思要给你送礼物呢。他对喜欢的女孩就是这么用心。你身上的香水味挺好闻的，来源 fragrance， 你也喜欢啊？没想到我们的喜好都这么相似。不过女孩子嘛，应该会比较喜欢气味独特的香水，需不需要我给你点推荐呢？林月送你的，这重要吗？这很重要，我是他女朋友，今天的事情应该是个巧合吧？你知道吗？很多事情的巧合都是冥冥之中就注定好的。安心，你走了。再见啊，哥。知道了，哥，我们去哪儿啊？你不是一直想去海边吗？我现在就带你去。你不要睡一会儿，到了我叫你。照片已经私了了，我们呢也会陆续撤下相关的文章。只不过不少合作方打听，林总和顾家是不是真的有离任的打算呀、啊？这个新闻的公司正面影响比负面影响还要大。我建议啊，公司对外的口径是不肯定，但也不能否认。既然是假消息，当然要辟谣。林总啊，顾小姐的企业形象一直都很好，又是顾家的女儿，这次与我们公司有合作，我们何不借此机会造一番势呢？这是你的意思，还是菜鸟驿站的意思？
是我跟菜鸟驿站共同认可的一个方案。你又为什么时候需要花边新闻来造势？十分钟之内，我不想再看到这些新闻。好，我先进去办。还有，立刻发布否认声明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暧昧。是。办完这件事情，把你的离职也办了吧。是。林总，我知道安心小姐在哪儿了。趁着好阳光，一起出海。顾总好，顾总好，顾总，顾总，顾总好。在想什么呢？你最近出现的频率有点高啊，占据不了你心里的位置，就只能占据你的记忆。我今天只是过来问一下，昨天晚上答应我要跟我去看画展的事还算数吗？如果你愿意等我处理完这些文件的话。当然愿意啊，不过狗仔那边需要我帮处理一下吗？那些谣言不用理睬，没有关系的。谣言，那就代表着我的机会来了。小屁孩，想什么呢？杏儿，我可已经到了法定结婚年纪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不想去了。不去了？没关系，还有下一次。你小时候老是说想要来看海，哥哥一直也没时间陪你。小的时候，你永远都是这么品学兼优。一到寒暑假，你就会去些什么小提琴课啊，他们也不会带我去，我就一个人在家等你。那哥哥现在补偿你还来得及吗？没事儿的，哥。不用跟哥哥说这些，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受伤害了。其实没事儿的，哥。等我心情平静下来之后呢，我就会去找他把事情说清楚。我们俩今天就不提不相干的人了，好吧？就咱们俩，安安静静好好待一天。好。安心，安心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怕水吗？你赶紧回去，别过来！我要跟你解释清楚。你要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怎么在我两个妹妹之间摇摆不定吗？哥，走。你别。
你醒了，慢点。你感觉怎么样了？没事。我怎么会在医院啊？对了，你一直都在吃那个药吗？这是一种降心率的药，我已经吃了很多年了。每当我想到我要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我的心跳就会加速，就只能靠这种药来维持。所以，怕水也是这样吗？怕水的事情，就多亏了我大哥了。你为什么要向爸爸打小报告？我没有。你还骗人！也没有真的无所谓，也知道都是我。傻瓜，你怎么了？这些我都不知道，之前还说你是胆小鬼。跟你在一起之后呢，我就没有吃过这种药了。只要有你在身边，我就会很安心。感情无需辨隔是非，多氛围。望着我，别闪躲，给我你最后的自我，让我试着触摸你坚硬的壳。从雨中相遇那天说起，淋湿一段回忆